各位粉丝网友大家下午好，今天是2021年10月30号星期天。最近我的矿机有几张显卡坏了，比如说我的这一台矿机，它是有八张显卡的，但是有这一张坏了，还有这一张坏了，我拿去维修一下，维修好了之后给它接上去，给我的矿机做一个日常的维护。这个是我修好的卡，可以打开看一下，这个是维修好的显卡。再来看这一台矿机，这一台矿机的构成有各种各样的，有1080 Ti， 有3070，还有30HX， 有这一台矿机有几张30HX 坏了，我今天拿来给它替换一下，给我的这个矿机做一个日常的维护。哪个是这一个？这两张卡就是30HX， 它坏了，我给它替换一下。这一张就是微星的3070，今天对我的矿机进行一个日常的维护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拍到这里，谢谢大家的支持，期待下一期视频，再见，祝大家生活愉快，谢谢。